好，我们休息一下。没碰麦到比较痛啊！五元不是很小吗？讨厌了！我是阿杰，好帅。我是 Boris， 今天我们来挑战大叔体验系列。对，为什么？对，我们要来体验医美，因为女生呢就是爱美，我们要知道女生在爱美的过程中有什么辛苦的地方。所以今天我们来挑战哪一个项目？乳晕雷射。你有看过男生做乳晕雷射的吗？还没有看过男生打乳晕雷射，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趁这个机会拍一下这个打乳晕雷射的过程。也体验女生那个做一些医美项目辛苦的地方。对，没错。大叔体验女生辛苦系列。对，我们要去同理女人。好浪漫哦！问你一个问题，十个女生有几个是粉红的？我觉得吗？其实我觉得大家不要太纠结在粉色啦，不要纠结粉色，因为粉色的乳晕可能就我自己觉得，那大概就是一种奇迹，奇迹就是一打开就，哇、哦，奇迹！一般很少会遇到。在这边也要跟大家讲一个观念是，乳晕雷射不可能让你的乳晕打完后变粉色，它是不可能的，不可能哦。对，但是它可以让你变淡。乳晕呢、啊，这我网络上抓的啦，大概有分这几种颜色，一个就是咖啡豆的颜色。啊，焦糖布丁的焦糖色，茶的颜色，腌制过的蜜桃的颜色，或者是蜜桃粉，很粉的蜜桃的色。啊，其实大概是在焦糖布丁的焦糖色，有点污名化焦糖布丁。但是打一次也不见得效果会非常明显，一般可能要打一个疗程，大概6到8次。所以我们现在就先安排一下，给我们医生看。哦，是女医师吗？不是，是男医师。你想要找女医师吗？对，我想说会有触诊的过程。那我们就去看一下要怎么咨询咯。诊所医生都那么帅啊。没有，就这原因是最帅。特别帅。谢谢谢谢。体验的话是想要体验什么样的感受？是雷射操作的时候的那个过程啊，还是说效果，还是怎么样的？我觉得是整体的，而且是有一点可能辛苦的过程。辛苦的过程。对，可能为了说变美，然后打那雷射会有点痛啊，干嘛的？是想说体验一下。其实有追求都会稍微比较辛苦一些。他的诉求就是越痛越好，好，不然你就一边敷一边不敷。对，你可以让人家知道一下敷跟不敷差别在哪里。像色素的部分，其实外侧颜色会比较深，然后我们会稍微给他做一下加强。他打的时候会比较痛一点，因为他会吸收比较多的雷射能量。那也不会脱皮干嘛的啦，就体验一下，相信专业。好，谢谢医师，谢谢。好，刚刚医师有说就是要先把你的那个乳晕旁边的毛切掉，不是切掉，刮掉，切掉，太狠了吧？把你的毛刮掉。哎呀，跟着我那么多年的乳毛，哇，好多、哦，好浓哦。你平常都不修，干嘛修？哎、欸，其实修了就干净很多哎、欸。哎、欸，修了好像没那么黑哦。哎、欸，有哎、欸，早知道就刮掉了。以前一直觉得想说乳毛很性感。哪来的错觉？因为我是以为很性感，觉得刮掉好看多了。对对对。哦，不错不错，好 ，OK。好 OK。好 ，Let's go。先起来。现在进行的是乳头特写，术前术后照。然后我们现在就只敷一边的麻药哦，好，先帮你做个简单的清洁，好不好？我请我美容师帮你做。入境随俗，加油 ，Go！ 现在冰冰的啊，而且是不是都立起来？OK， 谢谢。不会。稍微跟你干一下，会冰冰的哦。好嘞。看一下。会先让你体验一下，色素比较淡的地方、哦、大概是这种感觉。开始喽，还可以吗？哎呦，刺刺的哎、欸，刺刺的哈、哦。那颜色比较深的地方来喽。好。哦、色素比较深的话，我们会建议能量先不要打太高，因为它本身就会吸收比较多的能量。哦。真的很痛。好，我们休息一下。比较痛啊。讨厌了！真的很痛！快打完了，快打完了！打完了吗？好、哦，快好了，快好了，快好了！好，还好吗？还好吗？
大概就是这一种感觉。好了，那、啊、我们现在打有敷麻药的地方，哦、有敷麻药，但是肤色比较淡的地方，哦，感受一下，这样子。哎，还行，还行。肤色比较深的地方。好。哎，还可以，还可以。好，那我们连续喽。好，有敷麻药，有擦，有擦哦，还可以，还可以。好，下次打就敷麻药就好。哦，敷了，敷了。我们第一次做治疗的话，大概少三个 pass 就好、嗯，然后你回去看看一下那个肤况、哦、好，嗯 ，OK OK， 哈哈哈哈哈，谢谢，稍等哦，哎，帮你拿一下好了，啊、哦，谢谢谢谢，会比较亮哦，你眼睛稍微放开 ，OK， 哦，打完会帮你冰敷一下啊，赞哦，对，啊，回去要加强保湿哦，保湿啊、哦，那要涂乳液还是怎样？敷面膜也可以啊，敷面膜、哦、对，差不多一个礼拜内都尽量加强保湿。你有什么要跟女生讲的吗？我觉得爱美真的很辛苦，但如果这件事情可以让你们更美，你们愿意尝试，我觉得没败啦，可以试试看。好，现在刚打完咯，不知道你们觉得有没有差呢？ Yeah, 打完觉得怎么样？打完觉得非常荣幸能够成为台湾第一位被拍出来的乳晕雷射的男子。很痛吗？说真的，不敷的那边真的很痛。你现在知道，就是女生为了变漂亮啊，很多人来打医美啊，除了花钱以外，其实还要忍受这个变美的代价。对，真的很辛苦。对，所以你有没有什么想要跟你未来女儿说的？未来女儿，爸，对不起你。好啦，那我们下一次再体验别的东西。对吧？还是你们有想要我体验什么，可以在下面留言。好啦，那我们就入境随俗，下次见，再见。三立新闻网，台湾前三大新闻网站，影片累积观看数超过30亿。九四要客诉，2020台美四次大选蝉联发烧影片第一名。人生惊叹号，台湾最温暖正能量的人生故事都在这里。订阅三立新闻网 YouTube 频道，并且按赞开启小铃铛。国内外大小事，下载三立新闻网 App， 即时新闻不漏接。